觉他在等待遇见对的我们，然后停下来。为什么保护我？在还没有抓到你犯罪证据之前，你就是普通老百姓，我保护的对象。你不觉得你自己很矛盾吗？坦率说声谢谢很难吗？啊！谢谢。哎，你这样就说了。不然呢？我答谢了，你的答复呢？不客气。哎，帮我解开。我没钥匙。你要去哪里？在这里待着。那我跟你去啊，你一个人去多危险啊！我叫你在这里待着。